老师不得了，老师的资历非常的长，请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掌声欢迎 Andy 老师。世界级鼓手演出的 Andy 老师呢，是台湾第一位获得世界打击乐硕士文凭的华人音乐家，并且老师同时拥有古典打击以及世界打击的演奏背景，在2009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的主修打击乐，那并且在2011年留学美国就读加州艺术学院，主修世界打击乐，并且在2014年五月毕业的当年，成为首位华人拥有世界打击乐演奏硕士文凭的台湾音乐家，给老师掌声。抱歉，我还没讲完。还有呢，我们的老师呢，极力于发展世界打击乐的演奏及教学，专精世界音乐研究，包括南北印度音乐、巴西音乐、非洲音乐、拉丁音乐、中东音乐、波斯音乐、南美秘鲁音乐、西班牙 Flamingo 音乐，这么多包罗万象、数不清的专业。其中呢，老师还在美国、巴西、印尼、中国、日本，真的很常等我一下，台湾等各地的演出经验哈。那么呢，在教学方面，老师还在美国加州艺术学院以及尔湾中文学校、南韩首尔艺术大学担任打击乐师的教学工作，主要呢往返美洲及亚洲的从事演奏、录音及教学的工作，并且跟我们台湾石鼓打击乐团合作，发展世界打击乐的极力推广，更在2017年成为美国 LP 拉丁打击乐器公司的世界打击乐器国际代言人，还有我们新北乐团新兴音乐家，邀请到这么优质、这么棒的老师，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？掌声欢迎郑安良老师 solo 演出。好。老师真的是经历多到刚刚应该讲了3到5分钟有了，非常非常厉害的经历。我们趁老师在试音的时候，我们稍微记得要喝一口水，今天天气有点稍微炎热一点，大家千万不要中暑了 ，OK 吗？那我们如果今天身体有不舒服，我们前面都有服务台或是在音量处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那稍待会呢，我们再过1分钟之后，由我们国际级的打击乐的安良老师为你们带来非常厉害的 solo 演出哦。好的，掌声欢迎郑安良老师。Hello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演奏的乐器呢，在我的前面，它的名字叫做塔布拉，台湾叫做塔布拉鼓。塔布拉鼓呢，来自于北印度。各位看到今天的很多的一个节奏乐器，都是来自于这个乐器。那印度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哈，我们其实现在全世界全球化的影响，西方化的影响。我们都已经穿着西式的衬衫啊 T 恤啊这些东西，可会发觉印度竟然还保有它原始的一个文化，原始的服装，原始的乐器。那也是因为这样，他们的文化特别的强盛。我现在要演奏的一个音乐形态呢，是他们最传统的古典音乐，来自他们的12世纪的一个音乐。那从塔布拉鼓开始呢，你会看到我的右手的这颗鼓，它是高音。我的左手这颗鼓是低音。所以当一个人要同时控制高音跟低音的时候，其实某个程度他的耳朵，他的一个整个的逻辑概念，这也是印度音乐蛮特别的一个地方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我的学习呢，印度为了要让整个的文化一直流传下去，还有不要让其他人侵入的原因，他们用语言的方式来做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。所以我等一下打的每一个东西呢，都是一个语言的声音。譬如说我现在每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叫做那，这个声音叫做 tete， 这声音叫做给，所有的声音呢都是一个语言。所以如果我现在打 na tete takite 给给 tune， 每个声音都是不一样的，都是用语言的方式来进行。那我们现在来慢慢的开始欣赏
这套塔布拉鼓的一个 solo 音乐，谢谢。的时候不能自己打，而是我要配合着一个旋律音乐在打，这是另外一个原来音乐的本身。印度这个国家宗教很强哦，当宗教很强的时候，一个国家曾经是非常用宗教的力量来治理人民。我们以前人是非常相信除了人的力量以外，还有外物的一个力量，还有神的力量，所以他们觉得连演奏上面来说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演奏，必须配合着一个自然的循环的进行来演奏。所以各位会发现说，哇，这个循环它是不停在演奏一样的东西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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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这个东西，然后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那最后呢，演奏最后一个，他必须要打三次，那三次了以后会回到这个语言的一个循环。老师，那么接下来各位朋友，你们的福利来了哦。